你还在办公室吗？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，然后陪你看漫画书。干干，像你这样总是加班的人，吃葡萄比较好。还有你千万不要喝太多咖啡。好，我听我的小头包的。 实验的全部数据，他们走，妈妈，你这个疯子，还有更疯狂的事情。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彩虹，战士，穿越时空。三天，冷静下，好不好？没有豆豆。我宁可死。这个实验可以没有你。都是其次，你将会死的。美女人就是爱瞎紧张。